完成了1300余项零部件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和测试等项工作，形成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下采油术系统。本次海试作业历时32天，历经98项严苛测试，成功完成了水下井口和采油术的安装、功能测试及回收等全套流程，是我国海洋油气开发关键核心装备国产化的重要跨越。